三千包王子烧润邦分店越开越多，呢日就喺旺角开咗第五间分店。太太江若琳同多位圈中好友都有嚟支持啊！萧太仲为老公担任白老鼠，试食所有菜式，仲俾咗唔少意见添。基本上我在他身边就会一直给一些意见，就是，因为他可能他做很多年了，然后所以他有时候的观点会比较主观一点，然后我就会跳出来做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，然后，比如说我会试吃他的新的菜种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，我会觉得这个有点太咸或者是太淡。然后因为可能他有时候不知道，他就会觉得我自己创出来的品种一定是很好的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我就会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色。事业爱情都咁得意，萧老板几时会生翻个小王子嚟继承家业啊？一班食客都好戥你哋心急啊！会啊，成日都复佢咯，佢听日再嚟再问啊，几时生仔啊嘛，咁我咪再讲听日咯，咁听日再嚟，咁先忍多一日嚟噶嘛。